基全网通安卓智能大屏。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产品的一个外观的一个设计。我们采用了 12.1 寸的原装车规级的那个液晶显示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飞机拨片。那么我们的设计理念呢，是来自于时下最流行的飞机座舱的一个布局。那这样子的话会给驾驶者带来一种比较激情的一种驾驶体验吧。好，我们现在进入这套安卓系统。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上面这一栏都是一些我们日常能够使用的一些应用或者设置。第一个，这个是高德导航。那么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我们平时很多朋友应该也会经常用手机的高德导航，那么是非常便利的。通过高德导航，我们可以知道前方的拥堵情况，包括可以提前帮我们规划躲避掉一些拥堵路线。那么在这里我就略过不表了啊，简单的说一下。音乐，那么音乐我们这里这个音乐是本地音乐，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听的歌，音质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在原车的方向盘按键这里可以控制这个媒体的下一曲、上一曲，音量的大小的调节，设计是非常的人性化的。 OK， 我们现在看一下收音机、蓝牙、电影。电影我给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套系统是可以支持全格式的高清视频的，也就是说支持720